小我弟在天之灵如何安息？一群废物，我留你们何用？滚！来点什么？老板，来壶茶。好嘞，一壶茶。哎，茶来了，客官。哎。大爷好找，这回看你往哪里跑，下马。嗯，兄弟们，德爷吩咐了，只要我们把你带回去，不管死活。害老子找得这么辛苦，老子今天要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杀！你是谁？几位壮士，这青天白日的就敢当街行凶，未免也太嚣张了吧。你活腻歪了吧，什么事儿都敢管，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弄死。蛮横霸道，今天算是给你们个教训，赶紧滚吧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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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！今天多亏二位恩公，救我一双儿女，这点茶水点心。算我一点心意，二位慢用。掌柜的客气。在下董明奎，未请教恩人尊姓大名。区区小事不足挂齿，我叫陈建飞。那小弟就以茶代酒，敬兄弟今日救命之恩。好。锄强扶弱乃武者本分，否则怎么能对得起这一身武艺呢？不过在下有一事不明，看董兄弟不像是惹是生非之人，他们为什么要置你于死地？说起来都怪我这身蛮力。哦，啊，董明奎，又是你！是我又怎样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
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这什么啥的？我砍死你！这样，我爷爷，我爷爷，这多亏了我义兄景大哥的出手相助，我才躲过牢狱之灾。景大哥是我家乡的大商人，我要现在去他在涿县的商铺分号那里躲避风头，等到他帮我周旋了一切，我才可以回家。只是难为我家老爹一直担惊受怕，实在不孝。董兄弟热血男儿，此举也是为民除害。来来来，为兄敬兄弟一杯。董兄弟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山高路远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保重。保重。哎，陈大哥，小弟自幼也学过一些武功，但今天见到大哥之后，才知道人外有人。若大哥不嫌弃的话，请收在下为徒。哎，兄弟快起。你这一跪，可折煞为兄了。我看你筋骨不弱，本性纯良，若得名师指点，他日必不可限量。要不这样，再过几日，就是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寿辰，要不你同我一起上山？若有机缘的话，也许日后你我也许是同门师兄弟了。真的吗？不过在上山之前，我还有一件要事要办。哎，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大哥在看什么？快走啊！今天就住这里吧。嗯嗯。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哥，你不是要去办什么事儿吗？我的事得晚上办。啊，好。谁让你来的？哥，我这不是来帮你吗？多个人多双手，对不对？胡闹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能帮我什么？那里边住着一个洋人的火枪队，一会儿如果有事，我还得分身照顾你。我这次来就是要为民除害。哥，咱们今天两兄弟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办了。什么时候行动？
好吧。不过你在这儿，也一样能帮我。嗯，看到门口那两个守卫了吗？一会儿我进去，若有异动，咱俩里应外合。哥，你小心点。发生什么情况？走，进去看看。是。快走！快跑！追呀！这边站住！站住！追让他跑了！追！别让他跑了！这边，这边！追呀！站住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站住！别跑！好点了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哥，咱今晚这个任务成了吗？成了。厉害的哥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去帮你找郎中啊。回来。快点儿！好好。哎，这位爷已经先去了。哥，哥，你醒醒！哥，哥。你醒醒啊，哥，哥，哥！元魁贤弟，生死由命，无足惧也。只是可惜不能再侍奉师父左右。我包袱里的寿礼，还要给凤儿的蜜饯，都要烦劳贤弟替我辛劳一趟。若此行，你有幸拜入师父门下，烦请替我多尽一份孝心，为兄谢过。Thank you.
爷爷快过来喝茶吧。山风这么大，你怎么出来了啊？爷爷，你放心吧，你给我开的药啊，我都吃着呢。来，爷爷喝茶。哎呦！爷爷，我陈师叔快回来了吧？你是想你陈师叔啊，还是想你陈师叔带回的蜜饯呢？啊？爷爷。是啊，你陈师叔下山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减肥没有辱没世人，虽死犹荣。谢谢小兄弟不辞辛劳送来了减肥的遗物。大哥临终托付，明奎不敢怠慢。这人都没了，还要这老石子有什么用啊？芳儿，别哭，别哭坏了身子，啊！啊，小兄弟鞍马劳顿，今晚先在山上住上一晚，明日再续。是。董大哥，你起了吗？爷爷请你过去呢。哎，来了。董大哥。云芳姑娘，请节哀。我相信陈大哥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子。董大哥见笑了。爷爷在亭子那边等你呢，你快过去吧。老祖，这匕首是头天晚上我去了趟霸州，明奎小友所言不虚，之前我对小友还有所怀疑，还请小友不要见怪。这100多里的路程，老祖一夜之间就……哎，剑飞能交你这位重情重义的朋友，也不枉此生啊。老祖，自从遇到剑飞大哥，在下对剑飞大哥的武功人品十分敬佩，恳请老祖收下在下为徒，让在下可以像剑飞大哥一样做一个大英雄。金公子，德勇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他的后台也很硬啊。何况又惹出人命，这事情闹大了，我这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。大人，您受累了。啊！不过。这事情也过去那么久了，金公子又这么有诚意，这个事情嘛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钱仰仗大人了。好说好说。爷爷，你看。不过数月便可融入天地，将来修为必不可限量啊。
明奎，喝点茶吧。好。来。谢谢。喏，用这个。哎。小云，我回来了。董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小云。啊。给你。你又去后山崖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过来。哦。来，都告诉你别去后山崖了，那儿啊听说常有猛兽呢，要是遇上危险该怎么办呀？师父说灵芝对你的身体好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太危险了。好了，师父，徒儿近来总是静不下心来，有时候掌法威力无穷，有时候却难以控制。师父，你笑什么？明奎，是时候了，坐。修炼上乘武功大多需要机缘，你资质不错，年纪轻轻就能参透天地玄妙，这是你的造化。可习武之人出世就是为了入世运用，为师已将全部武学传授于你，至于能够参透多少，全靠你自己了。明奎啊，大凡机缘总是与历练相伴，你已功成，为师便不再留你，只盼你经历山下红尘的一番历练，能够有所顿悟，到那时你便会明白为师今日所言了。小云。啊。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嗯。师父准我下山了。哎，小云。小云没事吧？我看一下。小云，小云，
你怎么哭了？明奎，在你下山之前，为师有几句话要嘱咐于你。这棋，为师授你武学功法，你要善用，万不可仗势欺人，走入邪途。师父放心，弟子绝不辱师门。这其二，如今这世道纷乱，百姓困顿，为师希望你心怀天下，尽你所能，正乱世之秩序，平乱世之纷争，除乱世之邪魔，为国为民，护佑一方。师父教诲，弟子谨记。师父，弟子还有一事相求，望师父成全。是云芳的事吧？啊？就在前面，走吧。谁呀？景公子吧？哈哈哈哈！我个糟老头子还难为景少爷，老是记挂着全儿哥送来的米还没吃完呢。爹，爹，我回来了。你个不安正经的，叫你四处扫手的，你简直气死我了！你气得我，爹，别打了。爹，这是云芳，您儿媳妇儿。爹，哎呦！姑娘，给。爹，这是。这是明奎他娘给儿媳妇留着的，戴上试试啊。哎。哟，真合适啊！哎呀，这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呐。谢谢爹和娘。哎。爹，啊，你看明奎也跪半天了，要不您就让他进来吧。不行，这个逆子，非得好好罚他不行，要他不改。芳儿，我没事，别担心。你给我闭嘴！明奎，
东叔开门呐！哟，景公子来了，你快去开门，我收拾收拾啊！哎，明奎，是景大哥吧？快请进。你是景大哥，这是你弟妹，我媳妇儿。哎呀，好小子，好福气！你看你又不乖了吧？又被董叔罚。本来我要去找你的，谁知道你先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快跟我说说这些年都去了哪儿。金丝小岛啊！来来来，今日啊，为明奎接风，大家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啊！来，不醉不归，干一杯！来来来，来。我说一件事啊，明奎跟弟妹的婚礼，咱们之前都不在场，婚礼啊，必须再办一次。对，必须再办，必须再办一次。我来负责，咱们兄弟啊，也好热闹热闹啊。对对，好好再热闹热闹，热闹热闹。哎，哥，我跟小云在山上都拜过一次堂了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哎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将就呢？再说了，你跟弟妹的婚礼，董叔都没在场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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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大哥，真的不用再破费了。哎，弟妹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我跟明奎就跟亲兄弟一样。想当年，要不是明奎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了。这个风筝是我爹从京城专门给我带回来的，他给我弄坏了，我真要打他。别打，别打了。兄弟，一辈子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把这两个石榴送进去行不行？你两个破石榴，不比人家小点样啊？走走走，赶紧走。二婶，怎么了？好，明奎，您是？我是大牛啊。你是大牛？我是大牛。大牛，终于见到你了！恭喜你啊，明奎。
这是我一大早从山上摘的石榴，祝你跟弟妹多子多福。拿着拿着，我还有事。大牛，大牛，今天我大喜日子，进去喝一杯。我还有事，我还有事。哎，没事，大牛，走，咱喝一杯啊，走。爹的咳嗽又严重了，把药拿进去再说。嗯。爹，吃药了。吧，爹，您慢点喝。林奎啊，哎，你娘要是看你娶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嗯，爹，要不这样，我明天进城去给您找个好的大夫给您看看。不要，爹现在都已经好多了，浪费的银子干什么？哎，行了，爹，爹不说了啊，来，您先休息，来。明早吃完早饭，你啊，还是得进城给爹请个郎中。哎，走吧。明奎，准备吃饭了。哎，爹，吃饭了。明奎，弟妹，节哀。明奎，以后果园的事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也安排了料理，你放心吧。谢谢哥。咱们兄弟之间不说这个。救救我！大牛，你起来！救救我！大牛，起来！来，你借我点钱，我要去抽一口，抽一口，真的。
请相信我。大牛，大牛，我求求你了。大牛，你起来。走，走。大牛，你为什么要抽大烟呢？家里盖房时不小心砸伤了腿，一到一天下雨就疼痛难忍，吃遍了药也不见好。后来烟馆的伙计骗我说福寿膏能治百病，我就想试试，哪里想到就上瘾了。大牛，你先在我这里住，我想办法帮你戒掉大烟。好。大牛啊，今天那个为师希望你心怀天下，尽你所能，正乱世之秩序，平乱世之纷争，为国为民，护佑一方。哎，客官，里边尝尝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找事是吧？哟，大爷，来尝两口吧，快来尝两口啊！你过来，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出去！别抽了，走啊！不要抽了！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啊！走啊！给我走！走啊！客官，客官，别抽了，走！走啊！别走！干嘛呀？客官，干嘛呀？干什么呀？出去！董明奎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咱新仇旧账一块算算，今天就杀了你，
给我弟弟报仇。原来是你一直在害人，我今天就把你这个烟馆给烧了，为民除害。就凭你，杀！三年前，德威之事，我费尽心思，好不容易才摆平。你这没回来几天，怎么还去招惹德勇？烟馆害人，官府不管，我管。糊涂！德勇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，他家族之中有人在朝廷为官，连县官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大爷，那是洋鬼子的生意，连朝廷都不管，我们一介草民能做什么？你真以为你烧了个烟馆就能改变世道？你说你也是有家有势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冲动？要不是我从中周旋，你现在早在大牢里了。董明奎，你就算不为我，也总该替弟妹想想吧，别总让他跟着担惊受怕啊。你也觉得我错了吧？烟馆害人，烧了没什么不可。可明奎，你毕竟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要不是景大哥，可怎么收场啊？你是我的丈夫，你做什么我自然支持。可爹去世前说过的话你还记得？咱们也不能给景大哥添了麻烦啊。哎呀，好端端的人呐，就这么死了，太不值了。客人怎么能这样啊？又一个造孽，太可怜了。哎，可怜啥呀，还不是咎由自取。好好的非要抽大烟，就这样下去这大烟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呢，害人不浅呐。锄强扶弱乃武者本分，否则怎么能对得起这一身武艺呢？
就是这回，不能放过他，全部都闭嘴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现在像什么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们有想过你们的家，想过你们的家人吗？可有想过是什么把你们害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大雁不是福寿膏，是毒药。害你们的不是我，是大雁，是烟馆，是那个开烟馆的德勇，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你们要去找，去找他，不要找我。大家都别听他瞎胡说，打他！打死他！对，打他！对，打他！开烟就是他！就是。搬弄是非，信不信我废了？滚！还有你们，还不快滚！哎呦，滚！走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太厉害了，走走走！景大哥，明奎，我景福海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希望你我兄弟能在乱世中求得一份安宁。我希望你能理解为兄弟一片苦心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明奎，这两天我常常梦见咱俩在山上的生活，无忧无虑的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有时候我就在想啊，咱俩要是没有下山的话，那该多好。闹事！别打，你别误会，我叫何武，是大牛的表哥。你找我何事？三个月前，我接到一个活儿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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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哎，快快，有麻利点！快快快快快快，往那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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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拿来！还干啥呢你？你有没有力气啊？吃没吃饭呢你啊？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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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精神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！你已经学成，便要担负天下重任，为国为民护佑一方。
非去不可吗？师父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。小雨，大言不除，我心难安。小心点。起来说，哎呀，不是我不肯帮忙啊，实在是这次闹的动静太大了，惊动了上级官府，我也是鞭长莫及啊。景大哥，初次见面你曾说过，你与明奎虽无血缘却乃至亲，请你看在明奎救过你命的份上，就救救他这一回吧。景大哥，弟妹，好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你先回去吧，等我消息。哎呀，什么风把您二位？哎呀，劳伦斯先生啊，您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，怎么也得给您配个地毯呢。闭嘴，你听听家了吗？听什么？这些鸦片啊，再说他们在这里待着太久了，你的业绩让我很不满意，让我不得不来跟你们提个醒啊。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，劳伦斯先生，我，哎呀，我也不想压着这么多货呀，可最近文安的鸦片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，有个叫董明奎的烧了我们好几家烟馆不说，昨晚要不是我带着人及时赶到，怕是连这个仓库也保不住了。董明奎？是啊，我只关心销量，谁能为我创造更多利益
就是我的朋友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走走走，走，快点！哎，你给我站着，进去，快点！老伦斯先生，我们东家就这脾气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看来救命贵的事还是你去罢了，不让我失望。您就请好吧你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就劝不住呢？要不是弟妹通知我，你又要闯下大祸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哥，这里面放的可是大烟，这个仓库不能留啊。明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大烟这事儿你管不了。管不了我要管，如果我们不管的话，跟那些帮凶有什么区别？哥，你把火把还给我。去了你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怎么不听呢？这个仓库不能烧。你不支持我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今天居然为了德勇的仓库来打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仓库不是德勇的仓库，这个仓库还有你烧的那几个烟馆，都是我景家的生意。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错，德勇只是帮我操持烟馆而已，我才是真正的老板。
好大的胆子！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许动董明奎吗？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！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动你？我告诉你，在文安的地盘上，以我景家的实力，我怕谁？是，还有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劳伦斯的暗中来往。是是是，景爷，是我不对，我德勇能有今天，全仰仗您的提携。就是借我十个胆儿，我也不敢不听您的话呀。可是，劳伦斯先生那里已经对我们很不满了，我也是为了安抚他们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毕竟，我也是为了保护您的生命。这事不用你操心，做好你该做的事。是是是，景爷，小的明白。出去。有人坐保，你可以走了。谁给我坐保？是景福海，景公子。昨天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，我俩早已葬身火海。明奎，你别再管大雁的事儿了，咱俩一起回山上好吗？老板，该出发了，再晚赶天黑怕是赶不到了。快点，往那儿！快快快！快点！快快快！劳伦斯先生，东家来了。劳伦斯先生，您找我何事啊 ？Mr. Jin， 你勾着外人，坏我的生意，让我非常失望。不过，有你亲手。杀了钟明奎，我就可以原谅你，我们还是朋友。劳伦斯，你似乎忘记了，这里是谁的地盘？我警告你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有你。我限你三天之内滚出文案。
飞也是格斗高手，你死在他的手里是你的荣幸，谁死谁胜还不一定呢。就看你的了。是，劳伦斯先生。劳伦斯先生慢走。劳伦斯先生，您慢走啊。叫德爷。德爷。干什么呢？快走开！呀！希望你心怀天下，尽你所能，正乱世之秩序，平乱世之纷争，为国为民，护佑。小哥，你知道客人去哪了吗？你是董明奎？哎，您知道客人今天去哪了吗？哦，今天早上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的人，把那姑娘抓走了。他们让我把这个给你。
想再找那姑娘，就去文安劳伦斯公馆。谢小哥。中国生产有两种东西，精美的文物和美容的废物，希望你不会令人失望。放了他，我们离开文安，从此再也不回来。你绕了我的祸，打伤我的人，现在想走，那有什么便宜的事？你想怎样？今天你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就看谁死谁伤。我让你们自己选。Yeah! Yeah!
小云，小云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找金福海。董明奎离开文安后，得师父云盘老祖赐名董海川，取海纳百川、胸怀天下之意。后来他辗转来到京城，委身大内宫廷，终其一生寻求救国救民之法，其后人将其奉为八卦宗师。是。